最近在网络上面有一段影片爆红，是一名男子在家里拿着拖把，一边拖地一边跳舞，结果被他的室友偷偷录下来，还PO上网，让他因此人气暴增。在影片当中呢，这名男子裸着上半身，拿了拖把就跟着音乐节奏前后摆动，看起来像是在跳单人舞，而且呢还露出了性感的六块肌。这名男子的室友躲在楼梯转角偷偷在拍他，还把影片PO上网去，结果引发热烈的回响，才几天就突破了345万次的点击率。有网友还回应说，好想请他来打扫房间。